佢係我老師？係啊！喂喂喂，咩口吻？咩眼神？咩態度？我問下佢啊，即係嗰句不知成月幾人歸嘅下一句係咩啊？哥哥問你呢，你要知道你就說，別害羞。坐就得啦。春江花月夜，张若虚。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？咪住，即系咧，我净系问你嗰下一句系咩啫，就冇你咁大抽咁读晒出嚟。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。你正死仔嚟，你都唔識你虛心啲啦嘛！做咩摘亂人歌柄先得噶？弟弟唔好理佢，繼續背埋落去嚇。春江花月夜，張若虛。又重新嚟過。你真係成打斷真。春江花月夜，張若虛。春江潮水連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？不知乘月几人归，落月摇情满江树。妈妈，我背完了。好，哇，对呀，真棒，一个字儿都没错。真犀利，听见咩仔？阿姨话啊，一个字都冇错到啊。系啦，读读咩？再读多次。哎，有真嘅。落葉搖情滿江樹，啱讀完都唔記得嘅。係啦係啦，我最尾一句嚟嘅。係啊，唉，考試等佢背完交卷，真係咁講嘢。所以我就說呀，咱們中國的這個教育制度不太合理。就拿他剛才說這道題來說吧，啊，一整句詩啊，就抽出那麼一兩句來考，這怎麼能夠體現學生們對整首詩的理解呢？所以咧，而家咪提倡嗰個素質教育咯。哎，丹娜。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下我的这种教育方法呀。啊，得啦。啊，呢个咧就系你同我编嘅教材。哦，编得好唔好啊？唉，睇个仔就知啦。佢嘅仔啊真系有福噶。点样？编到咧图文并茂，配埋音乐成部电影咁啊！哇，又真系几得意喎，吓，好吸引喎，好多公仔噶。系喎。哎呀，我仔嗰个啲咁嘅课文阴公公仔都唔多只。系嫂，你咁样真系信咧又唔啱啦。想当年我考大学嗰阵时，成部货车嘅书啊捐入去，系咁咪先至攞到嗰个文凭翻嚟嘅。啊，靓仔，呢个道理就说明一样咩咧？就唔辛苦啊，不得咩啊？世间唔到世间财，讲都未识。你都废话嚟嘅，有财啊，我就真系唔怕辛苦啊。只怕依家啲银子都唔见使嘅。你大神，谂翻转头啊，当时啊，即系挨生挨死都唔知为乜。阿卓嚟铺话法啦，为乜？你嗰阵如果唔系咁挨法咧，考唔到大学啊。而家唔知挨乜啦。系啊，所以大安娜同我讲得啱啊。我的仔就不適宜那些填鴿式的教育方法的，我們應該因材施教，要培養他有一技之長，這樣才保值的。哎，羅教授，你的意思就是自己編教材啊？你和我啊？當然啦，阿祖，不是老爸說你啊，你不要阿茂整餅，沒有整那樣。喂，搞教材那麼容易的，我幫你走火入魔而已。放心啦，老爸，有版你看的嘛。張俊的兒子就在裡面啊。哎，這好啊，如果你成功了，那兒子以後有希望了。當然啦，那什麼又不行啦，小孩子經常困在家裡吐了的。哎，這就是副作用了。有什麼副作用？張俊的兒子都挺正常的。就是呢，拎住咁多先啦，食唔曬啦，你哋嚇，冇牌。誒，大家嗱，坐。唔知呢度啊？哎呀，點啊，保羅？唉，飲啖茶先嚇。誒，點解唔見佢媽咪嘅嚇？哦，佢喺網嗰個簽名會嘅時啊，等等轉過嚟。咁你哋今日食啲咩咁啫？食啲咩咧？慧姐啊，我哋呢度嘅姜葱雞豆豉啊，招牌菜嚟嘅。係咯。不如咁啊，你一樣你個例牌。哦，好似唔係好中意食廣東菜咁喎，中唔中意食啊？
啊，系中意，都中意系嘛？我睇相似啊，佢哋对哥哥姜松佳就特别感兴趣。系，不如到你入份啦，我攞份屋企，到时啊唔使蒸饭咯。哎呀，咁鬼死谂得冇问题，帮你打包吓。好啊，唔该。哎呀，我突然间醒起啊，嗰啲饭盒咩就用鬼晒啦。咁啦，一成碟拎翻上去咯，系嘛？好啦，咁你得闲就拎落嚟，或者系转变咗拎都冇问题噶啦。冇问题。等下先吓。嗯。小伟，帮我个忙好不好？把这个盘子送回刚才那位阿姨。你不和我一起去吗？啊，我不去了，我要给保罗洗澡呢。啊，就刚才那个餐厅，你也知道怎么走了。怎么？就在我们这栋楼的后面呢。实在要找不到，你就问人啊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刚才那个阿姨不在怎么办？他要不在，你就叫给香兰的阿姨啊。要是这个阿姨也不在呢？那就叫给阿光叔叔了。要是阿光叔叔也不在呢？啊，不会的，他要是真不在，你就放在桌子上回来就行了啊。哦，来，去吧，快点回来啊。咩事噶？阿保罗冲凉就瞓着觉。小伟，点会系你噶？点解唔系我啊？有冇见到小伟啊？小伟去咗边啊？去咗茶餐厅啊！唉，本只碟半个钟仲未翻嚟啊！可能啊，贪玩啊，去咗边度玩嘅啫。贪玩？同边个玩啊？都唔识人噶。老婆，你唔使咁紧张噶，等多阵。佢啊話唔埋就翻緊嚟咧，係嘛？啊，唔係喎，佢人生路不熟喎，容不如唔見咗人噶。咪啦，去揾啦。有冇見到偉仔啊？偉仔，我頭先食飯嗰時見到咯。唔係，有冇多一次見到啊？我叫佢備翻隻碟嚟啊。冇喎，你有冇見到啊？冇啊，成朝冇見過佢喎。会唔会荡失咗？吓，荡哇咁咁嗱嗱声找下佢啦！唔系啩？我一叫叫叫马老爷一齐去揾啦喂！老伯，老伯，老伯啦！伟仔，喂，系啊，伟仔，见到咗你啊？见到啊，见到啊！吓，揾唔到打车啊！喂，嗰靓仔系咪？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！诶，真系佢啊，真系佢啊！喂，真系佢啊！咁样走嚟喊啦喂！咩啫？冇事冇事吓，我哋翻屋企。小伟啊，我不是叫你把这盘还给这位阿姨啊，怎么在这哭了？我找不到嘛。啊？有乜理由揾唔到先得噶？我哋餐厅离呢度咁近，行过几间就系啦嘛。那怎么就不问周围的叔叔阿姨呢？我不认识他们嘛。哎呀，文生，呢叫做副作用啦吓，净系识睇书喎，混喺屋企实牛牛豆豆啦，点识待人接物啊？你话？哎。你冇咁講啦，人哋仲細啫嘛，都大咗就自然明白噶啦。你冇理由話因為嗰啲咁多嘢而否定咗人哋整個教育計劃噶嘛？誒，唔好講咁多啦，你幫我俾個碟我拎住，你做咩啫你？嚇？戴安娜阿姨讓我還給她。嚇？嚇？哦哦，哎呀，是是是，放茶杯轉薄嘅陰公。哎，陰公飲咗成晚，你真係。哎呀，嗰個咁嘅僆仔偉仔啊，睇佢眉遮眼企，原來冇膽匪女嚟嘅。唔係嘅，即係呢啲叫咩啊？大智若愚好似叫愚蠢啊！但係乜鬼智啊？乜鬼愚啊？自細又冇出嚟讀書啊！人都唔見多幾隻，見到我哋呢啲啊，仲慢慢翻我望我睇。哎，那他以後怎麼面對社會啊？他總不能老貓在家裡頭寫書吧？得噶啦，揾到食噶啦。嚟，佢俾咗幾本啊？嗰啲書俾佢咩啊？阿天庥啊，嗌佢派俾啲同學仔睇喎。我一揭開嗰本書。佢簽個名犀利，龍飛鳳舞啊！我唔知寫乜嘢，真係唔犀利。嚟嚟嚟，飲杯茶先嚇，謝謝。哎，翻嚟啦！叫人啦，叫人啦。係啊，好啦。哇，好心你啦，咁大個仔牛高馬大，照顧下自己嘛，成頭汗。入翻裏邊啦，洗下隻手，抹下個面。哇，你搞咩個書包裝磚頭嚟啊？咁鬼死重嘅。唔係啊，偉仔啲書咯，搞到我成日拎翻學校，又拎翻嚟。哎，你沒送給你們同學啊？
佢都話唔要喎。你告訴他們，這個書是送的，不要錢的。講咗啊，咁佢哋求其攣咗幾頁話唔好睇，咪冇要到咯。靚仔，老實嚟講，你又中間食水咧？黐線，點可能？喂仔啊，你哋不嬲都話好中意睇咩哈利波特咁噶嘛？係，不過呢本咧就係叫做《貓從樓上摔下來死了》，就唔係哈利波特。嚇！我这本书讲的就是哈利波特，讲的是哈利波特的妹妹朱莉波特在中国的历险。哦，咁就仲严重添，即系除咗个名系佢起之外咧，入边啲内容咧同嗰个哈利波特咧就冇咩分别嘅啫。你们懂什么？你们又没出过书。即系冇出过书都可以发表意见啫嘛，系咪先？咁啲书都俾人睇嘅啫。你噏乜嘢啊？人哋叻过你，人哋出书，你出得到书咩？如果不好看出版社就不會幫他出版了，是吧？出版社都是炒作的嘛，現在是一個商品社會嘛。收屁啊，叫你還在說亂說話。不好意思，你小孩不懂貨。是啦是啦是啦，年輕人，你向人家學習，你妒忌人家而已。是啦，行，沒問題，他不看。我們看，我們全家個個都要看，喂，一本。老爸，阿老，過去看出版社，一本。哎，不给不给，都不给。我再也不给你们看了。你看，小伟，小伟。喂，是点啊？嬲啊！你又系嘅，有乜理由咁同人哋讲嘢嘅？你兜口兜面咁讲。咁我有嗰句讲嗰句啫。你哎，好啦，王官，康伯，我打搅您一下，有个事想请您帮忙呀。对不起了。哎呀，今天早晨小伟呀，说什么也不肯去签名会了，我怎么劝都没用。你说签名会都准备好了，10点钟就开始了。哎呀，你们帮我想想办法吧。哦，这件事是天有而起的噃。啊，咁样嗌埋天友去，喂，嗱一声去啦，嚟嚟嚟。谢谢，哎，谢谢，大伯伯，三老八都齐啦。行啦。其实阿叔叔即系搞呢个签名会好辛苦嘅，真系。你先帮我劝劝。点啊点啊，肯去啦系嘛？不行啊，还是不肯去。哎，好话说嘞，这箩筐，离都不离人了。这样吧，哎，小伟啊，今天你要是去签名手书的话，那么我们就给你买冰淇淋，啊，还带你去游乐园，好不好？我嗱啲細路哥淨係氹得噶，大靚仔玩嘢係嘛？使唔使我拐你去買啦？哎呀，好心理啦，你咁嚇親佢噶嘛？得得得，喂，豈有此理！好嗱嗱聲去啦嚇！你唔好敬酒唔飲飲罰酒啊！你知唔知咩叫藤條炆豬肉啊？你睇我個樣子，細路仔見到都驚啊！爸爸，你都行出去啦，公交需要搞掂噶嘛，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啊！偉仔，偉仔，喂，有咩唔開心咪話俾爺爺知咯，或者爺爺幫到你咧，係嘛？哦，我知啦，梗係天佑哥哥激嬲你係咪？是。咁你想天佑哥哥點啊？要他和我道歉。啊，咁系嘛？哦，得啦啦，休仔啦，扯去啦。傻嘅我冇做错，有乜道歉啫？哎呀，行啦，咁多嘢啊！傻嘅我又冇做错，你做咩要道歉啫？嘿，哎呀，顾全大局，知嘛？我俾面你嘅啫。得得得得。阿伟哥啊，即系其实咧，琴日同你玩下啫嘛。哎，你嗰本书啊，不知写得几正。即系我拎个翻学校咧，都唔敢派俾啲同学啊，咁咪自己攞翻翻嚟，留翻俾自己睇。真系噶，冇呃你噶，好啊，笑啦笑啦，好啊好啊，康伯，谢谢你啊。
揾你得噶啦。哎，你唔好讲呢啲嘢住，快啲搞掂佢先啦，快啲去啦。好啊，这个事情千万不要让小伟知道了，不然他受不了的。放心，放心。喂，俾小慧翻嚟，咁虽然买本书睇嚟即系话知识咁啊，唔好啊。咩书啫？哎呀，猫从楼上摔下死了。咩摔啊？跌咗落楼死咗啊！跌咗落去死咗。咁你死啊死啦！佢死关我咩事？点解要签名嘅啫？诶，签名走啊！哎呀，干什么嘛？你这里真来！我一个堂堂的作家，我找一个毛头小子给我签名，我丢不丢人呐？我不去。哎，唔制系嘛？好，上个月茶餐厅嗰条数。清楚，阿光，你都学会了威胁我了。速速磅唔好两头望啊！好，算你狠。喂，哎，真。喂，你个仔啊，肥头耷脚几精灵啊吓！哎呀，守自己叻，我成日保留噶啦吓，即系鱼好三折啦，我教佢啊，餐餐啊吓，餐餐。来来来来签名啊！哎，死只猫啫嘛，使乜咁沙尘啊？死只狗嘛仲得钱，你只猫抵死啦！你为什么这样讲话啊？这个叔叔是属于特别喜欢你的书，他才这么说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去去去去！哎，你给我签完了，我也给你签一个好吗？你给点面子好不好？为什么你要给我签名？这又不是你的签名会。哎呀，你小子还挺狂啊！我告诉你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也是作家，我叫陈小妹，你晓得了吧？什么陈小妹？我连听也没听说过。凡是有名的作家，我都知道名字。你写过什么名作吗？哎呀，还我写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以为你写了本书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啊？就目中无人了？我实话告诉你，他们这些来找你签名的，那都是哄你玩的。快住手！你胡说！哎呀，你想憋死我呀？你要说完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胡说。你问问有一个看过你的书的吗？啊，没有啊！什么摔死猫摔死狗的？哎呦，光有没有？怎么了？都是跟是十六哥了，刚刚刚刚那么哪面来个嘞？不是男人怎么了？我不玩了，好了吧？你们骗我，我讨厌你们！哎，小伟，小伟，哎，小伟，小伟，点啊点啊，忙死啊佢！是啊，都一天了，不吃饭也不说话。哇，咁佢都几浪你啊！我哋个仔啊，你打佢好闹佢好都唔紧要噶，只怕就冇饭食嘅啫。或者我哋根本就唔应该呃佢。唉，而家讲乜都冇用啦，早知佢咁任性啊，唔使搞咁多嘢啦，真系。诶，伟仔系咪净系今日脾气咁大，或者平时都咁大咧？一直都这样，遇到一点不顺心的吧，就跟我发脾气，一闹就好几天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伟仔嘅心理反差咁大，会唔会心理有啲障碍咧？我建议你咧揾个心理医生去咨询下。都好喎，系咯。小朋友，我同你咧就倾完啦。咁咧，你就去嗰间房度玩下先，好唔好？去吧。医生啊，这孩子有什么心理问题啊？我啱啱听你嘅介绍，同佢倾咗一阵咧，咁发现咧，佢都唔系有好严重嘅心理问题嘅啫。那他的性格怎么这么极端呢？咁可能同你嘅教育方式有关系。你是不是说我太宠他啦？唔单止系宠佢，佢咧就。极度缺少同他人沟通同埋交流嘅机会。不会呀、啊，你看我每天吧亲自给他上课，然后也还跟他聊天，我还抽出时间跟他玩游戏呢。咁样都系未够嘅，孩子一生咧要接受多重教育嘅，唔单止有德育教育啦、
智力教育咧，仲有接受挫折教育等等嘅。因為佢咧就唔可以時時都佔到上風咁順利嘅，所以咧佢都要有克服困難嘅勇氣，同埋接受挫折嗰個良好嘅心態。但係咧，封閉式嘅家庭教育咧係冇辦法俾到佢依種鍛鍊嘅。依個咧都係導致咗佢一有啲咩挫折啊，就大發脾氣咁嘅性格。即係話只有接受學校教育先得㗎？咁又唔一定。單獨教育咧，亦都有成功嘅事例，但係咧係好少數嘅。教育細路仔咧，淨係靠家長係唔得嘅。啥？醫生是這麼說的？那還有錯？我同我話㗎啦，家庭教育就好多風險嘅。係嘛？你哋又唔信就照版主門啊！淨係識寫書冇用噶，佢點就係出嚟適應社會啊？那完了，那兒子剛看到一點光明，這一轉眼之間就天黑了。爸，我翻嚟啦，翻嚟啦。你做咩？我係佢老豆，就一定要對佢負責噶嘛。所以咧，呢幾日咧趁住拍戲咧，我整理咗一批家庭教材。嚇！家庭教材。你聽下啦，數學方面咧，嗱有呢個。我们家的母鸡咧下咗几个蛋，呢个咧就系啊语文方面咧就有会飞的小猪，哇几得意系咪先？啊，仲有咧就系啊呢个道德啊，唐老鸭不是呢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睇下几有趣味系咪先？嚟